一分钟带你了解光通信小知识。嗨，欢迎来到 ETU-Link 小讲堂，我是本期视频的主讲人 Beth。 今天我们来到了光模块生产车间，本期视频我们请到了一位特邀嘉宾，质检工程师龙工。龙工，给屏幕前的小伙伴们打个招呼吧。嗨，大家好。很高兴能邀请到您为大家展示光模块的兼容性测试过程。在光通信领域中，光模块与交换机的互联兼容性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。今天我们将展示一系列光模块与不同品牌交换机的互联测试。我现在手上拿着的是10机多模光模块，它的传输速率是10机每秒，采用 SFP 加封装类型，传输波长850纳米，传输距离300米，双工 LC 接口，它可以插入到交换机、路由器、服务器等网络设备的 SFP 加光口中，以实现光纤数据传输，广泛应用于数据中心、企业网络和运营商网络等领域。 ETU-Link 产品测试兼容性的交换机品牌分别有 Microtik、 H3C、 Aruba、 Juniper、 HP 等，逐个与不同品牌的交换机进行互联测试，我们将观察和记录每个测试的结果。在本次测试中，我们选取了10机多模光模块和交换机进行兼容性测试，以验证它们之间的互联性。接下来有请龙工为我们进行兼容性验证展示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辛苦龙工为我们操作展示光模块的兼容性测试。下期视频内容由你来定，记得在视频下方留下你想看的内容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